有干涉司法的疑虑。看到我们民进党版与蓝白不同，没有违宪疑虑的质询总统即问即答，没有定义不清的反质询与藐视国会。民进党版还有独家的补上 V2 漏洞，效法英国、美国、德国禁令内规，惩处性骚立委。民进党版设国会司空安全长。